嘿，小伙伴们，大家好，我是不逃走的鱼母鸭大力。Hello， 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们，你们好，这里是德体美劳全面发展的好少年嘴嘴呀，卡哥。大家好，我是最有颜值担当的卡哥。哎，这什么东西？这是什么？哇！欢迎收看我们的同道聚会100年。哇，你在干什么嘞？怎么？这熊孩子最喜欢的东西，我做了几个。咱们上期不是那个？干完了那个大 boss 之后什么东西都没获得，然后就是嘛，我们三个不是一直好奇这个石头山上后面到底隐藏着什么东西。对啊，咱们之前没去看过的，去一趟究竟吧。走吧走吧，走走走走走啊走，来来分点食物给你们。我有我有我有。什么东西啊？不会是猪排吧？鸡排。那就好。鸡肉、哎，你这个东西给一颗糖，然后顺便接个手雷，是很过分的。你当我是黑鸡啊？黑鸡可能就会被流去捡。哎，怎么捡不上？哎，我卡了木鱼。然后再顺便问医生。我卡了木鱼。我这边是另外一片海。哇哦，这边还没来过、嗯。等一下，前面，你们看前面，有什么黑的呀？被感染的，对啊，小心点，应该有怪物吧？为什么我什么都没有看见？谁进的？我打雷了，什么情况？大白天的。哎，这里有只僵尸，给他突突了。哎，咋打不中？你这个枪法别打了。我击住，击住。啊？哪有击住、啊？你这么多的吗？那还是什么怪物？这应该是世界的极速。我操！这应该是所有感染体都是这里出来的吧？这么多！兄弟们，你们看、啊、看我这边，好多、哦！什么东西？之前没见过的怪。嗯，还有这种在天上飞的，我。这个是极速，停下来。极速召唤出来的。天上飞这个，它会那个什么，它会爆炸，然后就掉好多怪物出来。它自己自爆的。对，它会自爆。哎，别打完了呀！哎呀，这是我的雷管。你雷管炸了我、哦，又来一只。这边还有。完了。我中毒了，怎么猎兽？又爆了，又爆了，又爆了！哇，什么情况？越来越多了！哎，就把那个脊柱打了，怎么？哇，不行，我感觉这应该是脊柱长出来的东西吧，感觉打不完。先把脊柱消灭掉，先把脊柱消灭掉。我靠近你，我去打脊柱。哇！又有个什么飞在天上的？极速不打完的话，总会有源源不断的。是的，只能打完，只能打完都就处理不了这些东西。哇，兄弟们，我这边天上有个在飞，看到了吗？我看到了，看到了。哪呢？好的，像个大象一样的。我这边，哎，我看到象粑粑，象粑粑。把这个过来打极速。哇！变异象粑粑。血量好高啊！哇，这血量好高！你们用子弹，你们用子弹，我来用弓箭。没事，我子弹，我出门的时候多做点子弹。我子弹都不多了，就还有几组了。呜、哦，又来了！恐慌状态，你不是有雷管吗？向那边招呼啊！对，无基础，我就过去丢两个雷管试试。我这个家伙，同志们，我要牺牲了！我那个雷管通到了，秒杀了！我也杀了，又来一个，雷管没用了，完了呀，兄弟们，哇，这是血液，还敢上血液了，火把，还从地上放出来的吗？这直接又赶上血液了，这是为什么呀？放上女妖，先把它解决。
要爆了，爆了，爆了，爆了！我这什么东西啊？四印长臂兽！我靠，来了！四印长臂兽！这 TP 我 ，TP 我，直接被他秒杀的！秒杀！哇，又秒掉了！你们 TP 我呀？都来了没有？嗯。快点找个安全的地方！来来来，我通知你在附近。OK OK， 这越打越多了，快走快走！完了！哇，我感觉今天晚上我们应该对，应该老老实实在家里面睡一觉。这雪月没办法睡觉的。嗯，是的，还是雪月，咱们在家里面守着吧，还是再过去。那些极速肯定要干掉的，要不然的话，那我根本没办法那个。雪月加极速，我的天！我觉得要么等白天，童话的狼，大嘴被木鱼杀死了。要不等白天我们再过去。我这个又是什么东西啊？哇！四印黄什么兽？你们先回去，先回去。我重生点再走。我现在连火把都没有了。那大玻璃球的怪物怎么办？他们进不来吧？应该进不来，进不来，进不来！不要浪费弹药。我先给他突突两枪，看一下子他。看谁？那个巨型僵尸？不知道，就那个大玻璃球啊！哇，僵尸巨人！跟玻璃球单挑，哎，他跟玻璃球打起来是不是？来来，前面出手瓜子爆米花。看他们干架！僵尸村民，僵尸怎么进啊？好家伙，还想寄生到我身上？哎，打死了，打死了，那玻璃球打死了。这不是那个僵尸巨人打死的吗？关你什么事？打死他！你看我取得植物危机。你们身上还有铁吗？啊，铁我这挺多呀，我装备挺多铁，我装备都没了，我装备也没了，快了。笼子里面有铁，你们翻一翻。哦，还有这么多铁，我去做下装备。啊，这个栅栏作用还是不小。僵尸巨人跟那些变异的怪物打起来了，看到没有？把我们守家还是不错的。然后僵尸巨人进来了。完了！叫他们，你们看戏看戏，让你们不要看戏。他没进了，他在外面打僵尸呢。我这家里面怎么突然间来了这么多僵尸？不知道啊，刷进来的吧？嗯。为什么他们要的这个蜘蛛可以趴的这个铁丝网上？太过分了吧，这个设定。把雨关。哎，僵尸巨人是变大了，这么大一只，你们看一下。啊？没有啊，他原来不是这么大吗？炸了！嗯，我靠，大哥你别站栅栏上行不行？你能不能站出去？把他赶下去吧。还有食物吗？你们？食物我这里还有鸡肉面包。我这里是储蓄牌。哇，又来一个！哇靠，这是什么东西？这什么？哦。完了！打出来个什么东西？刚才，哇、哦，还有像胶爪一样的东西，还会蹲到地上去。嗯，打出来了，打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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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了！哇，小心地上这个血块！苦力怕，苦力怕！小心血块，然后大嘴被地生柱给砸死了。叫你小心，然后我自己都被这个东西弄死了。我靠！处理一下老铁们，近战，不要浪费弹药。哦，哇，外面打起来了，弹药暂时还管够。哦，我需要治疗。哇，他跟那个打起来了。他又，哇、哦，他跑进来了，童话末影了。他打不过那个僵尸巨人，他就过来找我们了。我把你，我靠，童话末影人，贴墙站，哇，
哇，今天晚上太刺激了呀！附魔吗？哎，可以。光之穿刺。光之穿刺。这个附魔可以。听起来就很屌的样子。那是等级低的，我没选那个。光之穿刺。把家的怪处理一下。我靠，这个村民胆子真大，站在这光之穿刺掠夺。我身上没有，要清净石，我身上没有清净石了。买了还是附魔装备？哎，这个特种部队的装备还可以，你看我爆了个头出来，看到没有？是不是防御高吗？还行，战术裤衩。还行，那我赶紧把铁裤衩跟头换了吧。这地上怎么那么碎片？你们看这里。快天亮了吧？碎片。哦，还没。我要个钻石。不是，这地上怎么那么肢体碎片？什么东西爆出来的？那个突变小白啊！哦，天亮了，天亮了，要天亮了！天亮了，天亮了！带着怪物处理一下，老铁们，你后面有一只爆脸虫。那边又来了。嗯，我这村民的胆子是真的大。地上钻出一堆蜘蛛，那村民胆子很大是不是？我也这么想的。他变异了。对。哎，没有啊，他站在上面站着呀、啊，你看他。你们还有食物吗？哪里？食物。还有。那个。肉还够。哦，还有小白射我。哦，有一只巨型小白。来，对射。先治疗一天。哎，散架了。哎，走吧，我们可以过去了。走吧。哇，这样的怪物。呀，我家的怪物。啊，这个家伙。哇，怎么你过来了？快跑，找安全的地方，赶紧分散跑。分开跑。不要管蜘蛛，白天他不会打我们。OK。啊，我感觉这里没有安全的地方。哇，怎么又出现一个？太恐怖了。哦，啊。不能 TPP 了， TPP 太危险了，他被追。没事，不怕，鱼现在已经安全了。哦不，我这又是刺客什么啊？哇，第一天呐、啊，兄弟们，咱们可能谁里面跑？我的妈呀！我找高地方去，我受不了了，这里我真受不了了。我操，这都是堆什么东西啊？别过来！你不要过来啊！哎，你不要过来！哇，第一天呐！我安全了，安全了，安全了，在水上。哎，水上他们应该会下水吗？哦，他们不会，他不会游泳。快！远程消耗！哇，他这移动速度！哦，扑到卡在脸上了，好肉啊！怎么打不动？刮痧！哦，死了！刮痧也给他刮死了！快急住！直接在水里面。后面还有一个那个。气弹急住。嗯。什么东西打我？我感觉这要急速打，要打到什么时候去啊？这什么东西把我吸过来了？应该是那大蜘蛛，大蜘蛛会死的。哇，这么大一片！我的天！发生了什么？哇，大哥，你这新梭子子弹打的我！我怎么感觉越打越多了？啊！完了，我们得了！啊！别了！
生化危机啊！这蜘蛛把我一个个拉过去，我吐了。远一点，远程射，远程射。什么东西飞过来了？哎、好像被拉住了。哇哇！硬环猛兽。水底下抓我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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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水底下都，他能潜到水里面来？他会游泳。继续传我，继续传我，快传过来，传过来，我过来了。兄弟们，反倒我这里是安全的。好的，我这是安全的，你过来。啊啊，很安全，确实很安全。现在岸上变安全了，水里面危险了。哇，这闪电，你看，被闪电劈中，它会进化的。是的，这怎么他名字是木鱼啊？哇，太难了！我的老天鹅！兄弟们，我不想在这个岛上待了，我们走了吧，我不想在这个岛待了，太痛苦了。先把脊柱给消灭了，要不然的话，它一直会长，一直会长。我子弹打完了，我子弹打完了，我也差不多了。哇，比想象中更可怕，我觉得身上带满子弹可能都打不赢。咱们直接用木板坐船飞吧，呸，走吧。我去，你看这个岛，太恐怖了，受不了了。我母鱼被母鱼杀死了。什么东西啊？突然出现在我旁边。哇，好了，连家都会不安全的。除了我这张温暖的被窝，我觉得这个世界都是危险的。感谢宝。我也觉得连家里这里还藏了一只末影人，把他杀掉。木鱼呢？我在爬山。木鱼一定要回来啊！我脚给我啊！把他引开了，我绊到脚了。啊！我你怎么死的？你怎么被我打死的？不对，还会隐身这个人？我怎么被你打死的？他隐身的怪物，那是怪物打死的。在你后面啊！我怎么传过来就死了？他传过去秒死。不行，这脊柱越来越多了。有 RPG 吗？你们家里面也沦陷了，兄弟们，家里也沦陷了。我这边又有什么怪啊？家里能处理没有脊柱？家里能处理。我木鱼那边越走越危险，我不去了，再见，告辞，拜拜。你们身上有木板吗？咱们坐船离开吧。我有。快卡哥过来，我现在安全的，咱们直接坐船走吧。你安全个小心，你看你还在后面。这个岛不要了，我操！继续跑，不要停，真不要停。你们看你后面，你们在水边跑，我在岸上跑。快坐！他们没动了。啊！哎，直接走吧，咱们食物问题怎么办？走吧，这个岛我是多一个。我怎么？哇！一秒钟我都待不下去了。这也死了。这咋办？快坐，现在坐。我靠，家里都沦陷了。卡哥，你在家里面坐，坐完过来。我在家里坐吧。这个岛我真的坐了，我在坐了。一秒我都不想待下去了。我受不了了，我真的受不了了。他被淹死了，什么鬼？你不是在坐吗？我躲在水里面坐船，你知道吗？然后我就坐着坐着我就被淹死了。不能上岸。来，我在家里坐吧。我正在坐。好了，我坐了一背包的船。快放出来，我们走吧。走了。你们两个都有了吗？我们两个都有了，我们两个。卡哥再见，卡哥永别了。我来了。我觉得我们可以，那水哥游的很，坐船非常快，我们可以去看一下那个东西。
看一下到底有多少个机柱。我们这个船这个，我们这个船上有 AK。哎，我在想个问题，咱们为什么不第一集坐船走呢？对吧？是吧？好有道理的样子，这样子是不是？但是我觉得咱们这样子到船里会饿死的。我的天！你看那个，我的妈！哎，别洗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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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我错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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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错了。被骗的当然了，我的天！没子弹了，糟糕！集数有多少个啊？不知道。我这个船打他们。沐雨林后面有只大的，小心点。哎，我靠！我没子弹了。我把剩余的子弹给他豁豁出去，骂他们，嘿，上来，打死我噻！太瓜了，我靠，这一片都是了，兄弟们！啊！我怎么死的？好，我也没有子弹了，到此兄弟们，我不知道，我这边越来越多，我这是两个吸。根本没法打。对啊，越打越多这个柱。主要是我们要存活，不存活的话，它会越来越多。我一直在掉血，我不知道为什么，我感觉我要掉血掉死了。那个蜘蛛在吸你。我是没看到有人在吸我呀。哎，吸我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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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快跑，快跑！我们死了，他就吸你了。哦，还有一艘船，太好了。这么远还吸得到？开挂吧！我靠，这个线，我看这个线，你看这个。我靠，你看这个线，一品不是。开挂吧！啊，木鱼，你的船呢？我要举报！哎呀，还有子弹没有？救命！木鱼被我杀死。船，快给我收船！来，我这还有一艘船，我这还有一艘船，最后一艘船了。走吧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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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走吧。咱们面对的不是怪物，是……干不下去了，这简直就是恶魔啊！打不赢，打不赢，打不赢。最终，我们的一百天挑战以失败告终了，是不是？根本就活不到一百天。真活不到一百天，讲实话。好了，咱们一秒钟都拍不下去了，真的。结束了吧？真的，回家吃饭吧。真的回家吃饭吧，我受不了了。咱们觉得还是生存类的整合包比较适合我们。不，这个整合包也适合，就太恶心了。好了，那亲爱的小伙伴们，咱们这个恐怖岛惊魂就在解坑了吧？没办法玩下去了，真的。是的，活不到一百天了，兄弟们，我们挑战失败啊！我们勇于承认自己菜。期待咱们下一个坑多人生活大冒险吧。我觉得只有生活大冒险那种养老婆的坑比较适合我们这些老年人了。我也觉得，咱们还是回去养老婆吧。对，我们也有一些恐怖的东西存在，但是没有这个这么恶心，这种压根就活不下去了。我操！好了，我们就坐着船，我们就下个系列再见了，拜拜，拜拜，拜拜，下个系列再见，拜拜。